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哈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开铃铛，非常感谢你们。好了啦，给大家更新一下。我刚刚要玩嘛，然后更新不了，因为我是用模拟器游玩的。那模拟器是用雷电模拟器，那我就上网找了一下大家的有没有跟我一样遇到这样的问题。那确实是很多人都遇到这个问题。那我原本模拟器的设定是四核心嘛，那我把它改成六核心就可以了。那我现在用的雷电是 3.0 的版本，雷电有 4.0 和 3.0 版本，我这个是用 3.0 的。基本上我两种都有用嘛，所以有时候会交叉测试。OK， 进来了，就来玩一下吧。我有空的话就会来玩了，就很单，我就把它当作单机版在玩。怎么颜色不太对啊？不知道，感觉有点。它这原本就像素了，应该原本就像素。钱的部分60000多，随便升一下吧，把钱花掉。哇，没钱了，还有没有30000的？来，饺子怪，可以小心一点。那来工会签到一下。今天是8月30号，8月快结束，loading 有点慢就感觉 loading 变慢了。好，这个读取变慢了，游戏常常更新啦，可能要修复一些 bug 吧。那我们就来玩第三世界。好，我后来把第二世界的一些小关卡给过关了，但是还有一部分没解完啦。像这个，这边有一个剑士，打不过，老剑士艾琳娜，我被他秒杀，我打不过他。不知道怎么办，可能想过了，你要上网找攻略吧，看是他缺什么信物啊，还是说你要强制打败他？我目前打不过他。就先不管嘛，没差。魔法学校1楼，好，来玩一下。这边有5个奖励，就是5个箱子吧。哦，都是法杖哦。LV25 的，然后 LV20、15，那我现在有4个，我现在可以用4个英雄。来吧，挑战看看，我也没玩过。怎么乌漆抹黑啊？哎呦，好像有鬼！Hello， 这是一个有鬼的学校吗？这什么东西？我现在不是要收集螺丝，我现在要收集这个书本。过不去，这边也过不去，那我只能先往上。有鬼，呵呵，你们才是鬼吧？你们这边又过不去，哦，现在都不知道。被附身的女学生，もう終わりですか？就这样结束了吗？这个好像是鬼，头上长角，怎么回事啊？大家的表情就是眼睛就睁很大这样。被鬼包围了，躲在你后面，怎么可能？我们是骑士哎。你看大家都很夸张的表情，很紧张。哦。这是抓鬼特工队出现的，哦，魔鬼克星啊！勇者之剑的反应很强烈，到底是多强烈？
法时代，什么鬼啊？搞不清楚。OK， 这边好像就先这样嘛，我们很多东西还不能开。哎，这边有东西，这是有一些机关。这边还不能过去，只能先上面找一些机关吧，往上走。这边有炸弹嘛，然后我们要想办法，这不能推，这可以弄掉。那我们可以先推，然后把炸弹拿过来炸下去，然后我们移开。诶，它已经开了。诶，这边可以上去是不是？没有啊。诶，那这边要干嘛？这是书架而已。我不知道啦，我现在就也很迷惑。先往前走。这也有东西，这样有什么作用吗？不知道。然后这边有，好像可以进去耶，有火把。不知道，我们先往下。哎，为什么不能推？我可以推。哇，推了我没办法过去啊。哇，这关好难啊。就是我都什么都不知道。反正不能被他们看到嘛，被他们看到就重来。那个鬼是干嘛的？哦，会让我受伤哦。好，这边得到一个，然后继续推。还有炸弹，嗯，就这样。好，先跟着剧情走，因为它有那个黄色箭头嘛。很多机关我还不知道啦。哎，他关我什么问题？他是苏西哦。这边没办法，这有炸弹，炸他一下。OK。干嘛这么凶？大家又很惊讶，比大猩猩还残暴。自制灵魂什么生产器啊？好，这边有任务，应该是要接任务吧？好，没有，我们有这个自制灵魂产生器，对一些幽灵不太可能不太有效。那我们现在可以打到幽灵哎。好，我要去二楼。好。欸，这不是刚刚那个吗？我们过不来的地方。
觉得这边就越来越像迷宫了，你知道吗？哟，越来越迷宫了。这是补血的，回血的。我玩十分钟了，我尽量啦。如果过不了，我就下次吧，因为我觉得越来越难了。哦，因为已经是世界三了嘛，难度会越来越高。就是解谜，这么多迷宫啊，很多地方我都过不去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只能慢慢解。哎，得到一个20等的，给他装备吧。他算是我们的，我现在是两个近战，两个法师嘛。那只白狼跟我一样，哎，这边有一个密道，这好像是上二楼，是不是？这边好像是上二楼。哎，没有啊，我们从这边跑出来，这里跑到这里，哦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发现了一个黄色的方块，哦，得到了一个打开了一个通道。我先搜寻一下有没有漏掉的。这边从这边跑出来、欸。这里应该有路。嗯，有点难打，有点难打。这个塔怎么那么硬？もう終わりですか？这里的话好像有通道。这里。哇，这里应该是要推开，然后你要拿石头去砸它，拿那个炸弹去砸它。哇哦！好像不太能过欸。想一下哦，这样好，这应该没问题。好，踩一下。好，从这边进来。我这边要想一下，哎，真没办法推，哎，哦，要想一下，要想一下，哇，越来越难了，这都不能推啊，哎。可以推什么鬼啊，原来是这样。好吧，算你狠。好，解完，这边应该可以了。这个小小的解谜，也不能小小啊，每个地方都是要解谜，不然你就没办法收集到这些东西。这里还有东西，然后这边还有一些东西我都没有解，然后这里也是。
好，不会，不怕。他要是那个闪电克星，还要跟他比赛。好，要跟他比赛，那怎么比啊？哇嘞！大概跟他比完才可以拿到那个黄色的方块。好，我赢了，还好没有很难。我还以为我会输诶，其实没有，他没有加速，他也是慢慢走。OK， 拿到那个黄色方块，又得到他的卡片啦、啊，酷酷的冒险者。这里有秘密通道诶，哦。这个火把不知道干嘛的、欸，原来这边是秘密通道啊！我们来看一下地图，我现在在这儿吗？这边没有路了。这边我还过不去，不知道怎么过去。哦，好，这是一开始来的地方。所以我们来看一下，这边应该有一个秘，有个东西，但是我现在没办法，所以我要继续找一下这里。那边有人，但是我过不去。迷宫的成分实在太重了。哎，这个我刚刚有来吗？哦，他追踪我了。哎，哦，不懂，这个火把也没什么用。看一下地图哦。这里啊，这里应该有东西。哎，这个我过不去。我刚怎么过去？我刚好像从别的地方过去。我在哪？我在这。有一个人跟他讲话，得知了东边走廊的位置 是在哪里啊？哦，那个分支线啊，分支关卡，隐形斗篷的关卡。这有刚刚来过啊，应该是这里吧。OK， 那书本的话我收起了。哦，书本的话我收起。这个炸弹怎么过去呀、啊？然后宝箱在里面。我、哦、这里烧死他们吗？哈哈，果然引爆，把它引爆就对了。OK。好，这个应该是25级的法杖吧？哦，这把更强，新的装备啊！那我们继续看一下哦，这里应该有东西，但是我现在没办法过去，所以我先到这个黄点点再说吧。到时候如果过不了的话，回头再来找通道，也只能先这样了。
好，这是往二楼的路吧？熟悉。OK， 那没有过关，好，没有过关。我以为二楼的话会有另外一张地图，但是二楼是往这边走了哦，大概是第二大关卡吧，因为这个应该就是一些小小关卡。我现在在魔法学校的一楼而已，所以我要再进来找一下，想办法三星通关，因为我缺几个宝箱吧，宝箱还没拿到。那我来找一下，然后找到一些秘密之后再来玩。好，我现在缺一个黄色的方块嘛，然后还有三个宝箱，我现在来找一下。OK， 回来，这边好像要跟他讲话，然后他跑掉，然后这边就打开了，然后就可以获得这个黄心。那这个黄色的这个方块我们就收集完毕了。那宝箱的话，好像要三至五通关之后再回来。哦，就是这边有一个少女嘛，这个你看她现在还不行嘛，所以她在躲嘛，怕鬼。那三至五通关之后再回来，她就会给你两个宝箱。然后我就会五之四嘛，然后还有一个我找一下哦，好像刚刚有一个四个火把，有一个四个火把的地方，可能要在那边待一下。哦，可能啊，好像是这边啦，我来看一下。因为现在很多有时候关卡就不会让你马上就三星获得。哦，你可能就是之后还要再回来，这样子吗？没有啊。诶，我找一下哦。哦，出现了。他们把那个。我就待着一下，然后他们就把那个火把都吹掉，然后就很恐怖。哦，然后我现在不能动哦，是他自己在动的，可能会获得一个装备。我们吓死了。好，我们醒来了。好，获得了装备，获得了一个宝箱啦，一个道具，五至三了有没有？然后之后你三至五通关之后，到右上角这个地方找那个女孩子，她就认为解决，她就再给你两个这个宝箱箱子，然后你就通关了。OK， 那大概是这样。好，所以我现在只能先。欸，他这样也算欸，他这样也算我三星通关哦。但其实还有两个，这两个应该是你解完之后，你之后再回来，他会给你这个钱币和这个经验值，看你要不要啦，你就再回来就可以了。OK， 那这一期就先玩到这边吧，那剩下的进度我就下一期再来游玩。哦，一样，我有时间就会玩啦，好不好？有时间我就会玩一下。那大家想看我玩的话，就持续关注吧，或者说你可以给我留言啊，让我知道一下，不然有时候我以为没什么人看，我就玩别的游戏去了。好的，那这期就先这样咯，我是哈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开铃铛，那我们下期《守望传说》再见，大家拜拜。